这边啊，怎么样？没想到他们还让着我们了是吗？对啊。那好吧，那我决定我不过了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加油了，你是男孩，你要争口气，是不是？还是得让着他们对吧？是吗？那得看怎么让。但是在这关来到了你好达尔文当中第二现场，我们考验的这六关就是适者生存，我们看一看到底是男生厉害还是女生厉害，所以说你不能放水。那肯定我厉害，好不好？来到起点。来，我们这长得比较着急的这位先生，我抱抱你吧，给你点感觉吧。别抱，你个损仔，你别。他说我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能过去，我就能过去。走吧，我一定会用的时间比你短的。好，80秒钟的时间，准备，开始。鲤鱼跳龙门。哎呦！哎呦，慢点来，不着急，加油，来，小心一些。虽然说我们男孩子有速度有力量，慢点，没关系，感觉在过关的时候应该会比较轻松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有好的战术啊，判断要准。跳到球上过去了，好的，来到了壁虎墙。哎呦，对于他来说小 case 啊。好，云中漫步。慢一点，时间还有的是。什么叫老爷们儿？我就不爬着过去，我要站着走过去。男生确实有优势，翻山越岭。哎，他看得很准，下来的时候我再翻。还有两关，要加油，还有时间。快乐滚滚筒，漂亮，三次机会，幸运球。我们拉拉队已经准备好了，恭喜。刚才在你跑之前，我听到了有一个好像类似于赌注，就是说你跑过去会怎么着？他说他比我快。哎，今天的天挺好，是吧，鹏哥？对，你跑过去之后，上面那个胖子就要再完成一次。来吧，别控制了，大超。我能过去，我现在很心虚啊。哎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知道你有一点心虚，我们派一个拉拉队员过来给你一些爱的抱抱，给你个鼓励。好，过来了一位。哦天哪，我一定能过去，美女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啊、哦，全身都是力量。80秒计时开始。我走你。来，我们的观众给他点掌声啊！加油，大超。让他看看什么是北京老爷们啊，杠杠的。小伙我也在长春待过啊，壁虎墙完成的不错。对于大超的体重来说，在完成云中漫步的时候有点困难，加油，大超，加油，大超，大超，加油，大超，加油！我们看到了，看到了你的游泳圈。大超，你最棒，别把我们那根钢管弄弯了。好，继续，翻山越岭，好样的！加油！最后两关，快乐滚滚筒。我大超实在太可爱了，他已经趴在那边不动了，但是谢谢我们的游戏规则帮我除掉了一个障碍。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出发的是哪位？那边派出的是，来。